得放多久啊？谢谢大家的支持。那我们再来这首歌，我就需要到大家的掌声，因为上个礼拜我把它唱得很糟，好痛啊！所以今天我想重新演绎这首歌，希望可以好听唱，可以给大家感受一下，谢谢。Thank you.
我就白天。那也是好，那就是备。他们白天是工作。好，那么今天你准备上台来？可以给你准备吗？要拿什么准备？好，准备好。还有一点，走。讲的是说，第二组还有采访 ，OK， 好，大家，在你那边。我喜欢你看这个，虽然我今天第一个题没有听过上台，基本上第一首呢，就是刚刚走的地方是生气，那生气的话你要非常有把握。那我不晓得这个歌怎么处理，就是你跟 keyboard 手一定要有一个默契，哎，所以你刚刚生气是你的声音出来，那他出来有什么问题来不及的，所以还好你就一句，你还调了一些地方，还算不错，还算不错。那一个其他有其他那个入戏的，就是你的演员的入戏，尽量找一个 focus 在台下的那个 focus， 特别是第二首的一首歌比较那种幽默 ，OK， 你可以急着演出场，再处理。可是投票机可以开的时候，是或者你基本上说你的歌不会不会听到其他的，那如果你看眼睛低着头，其实真的是不行，可以稍微抬头。那第二首歌就很明显，它是一首比较快节奏的，你的脸部表情既然跟第一首前的脸部表情是一样的，可以表情快很多节奏，可是那个节奏很轻松，你可以有一点互动，就还在有点互动，然后有点被带动，啊，就会觉得那个最佳。对，哇，那上个礼拜也是下一个，因为各种的。也是来，就这样，什么感觉？